OK，Hello Star Hong Kong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 Jeffrey 魏俊生。有啊，今晚都要謝票啊，咁所以就會即係簽一個月曆咯，咁所以就都好開心見到大家，同埋好多謝大家對電影嘅支持。挑戰係暫時係最大，因為即係齋著嗰條黃金紙衣都係十分之炎熱，同埋即係都有少少辛苦，咁所以就但係都幾好玩，即係因為大家個 team spirit 好好啦，咁所以就大家都係好似一齊去完成一份工作咁啊。有冇？暫時又未諗喎。電影公司未通知。電影公司就都係交俾我哋去諗啦，係大家去諗下咁啊，係即係可能有啲咩即係新奇嘅諗法咁啊，即係再諗下咯，係。Hello Kitty 咯 ，PC 9啊，都好喜歡，係即係都係一個好可愛嘅一個裝置咁，同埋即係個頭先係即係如果係大家聖誕走過嚟去打卡係真係好一流，好温馨嘅感覺。聖誕出新歌，今次呢個風格可能偏 jazz 少少，咁同埋今次呢個 topic 都係一個，我諗係可以用比較孤獨少少，咁所以我覺得個感覺係幾正。入前啲嘅，前啲出嘅，即係未必一定係聖誕節出，咁所以就真係前少少咯，係啦。哦，跌落掉貨櫃哦，嗰幕都深刻嘅，咁啊都幾好玩咯。今日大家都係一個係好撕心力竭嘅時候，咁又係一個是一個緊張的情節，所以你咁樣一下咁樣線落去嗰呢個動作場面，我自己都好喜歡玩啲，即係挑戰呢啲動作場面。今年冇喎，完全都唔係按住個獎去，即係唔係按住個獎嚟咩啊？咁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多啲支持香港嘅音樂，咁聽多啲歌就冇乜所謂。辛苦魏俊生，咁啊，今日好開心見到大家啦，咁希望大家有個 happy weekend，thank you。好，因為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玩遊戲嘅，但玩遊戲之前咧想了解一下 Jeffrey 多啲，咁啊今日 Jeffrey 嚟到啦，見到我哋現場咧成個 Christmas 嘅佈置啦，你嘅感覺係點咧？我自己啦，見到就有三大嘅 Santa characters 啊，好可愛啦，同埋咧換曬造型咁咧，就想即刻攬食佢哋嘅。係，你嘅感覺係點樣咧？哦，因為我自己平時都睇 Samuel 大嘅，咁啊，我自己最喜歡係布甸狗啦。係。咁我諗因為我媽咪好中意 Hello Kitty。係。咁所以其實你每年嘅生日咧，你都硬係要即係整啲嘢氹阿媽開心。係。孝順。不得了。係，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後面啊，身後大家身後嗰只布甸狗啊。嗯。咁我見佢拎住一個音樂嘅造型，咁啊肥嘟嘟啦，咁啊十分之可愛。希望大家就可以攬住佢影下相啦，係咪掂得㗎？梗係掂啦，你就未必掂得，但係掂得佢。哦，布甸狗係得，你今日都毛茸茸有啲似布甸狗，有啤酒加布甸狗啊，黑韻㗎喎。係啊，直情係布甸狗啊，今日係啊。直情連個頭髮都有啲似啊，係嘛？中唔中意今日 Jeffrey 嘅造型先？咁啊，最中意布甸狗啊！嗱，布甸狗啦，連同我哋嘅 PC 狗，仲有呢個 Twin Star 咧，其實化身成為音樂家、演奏家。咁唔知道對於音樂啊，你已經係歌影視啦，係咪？音樂啊，俾你唱歌啦。除咗唱歌，樂器方面有冇啲研究咧？喺樂器方面啊，我平時吹開木筒笛嘅，咁又都有啲研究噶，因為其實木筒笛嚟講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，咁我遲啲都諗住 custom made 一支係新嘅木筒笛，咁啊自己貨自己嘅，咁就好期待啊！咁會唔會聯成下布甸狗啊？差唔多色喎。哇！聯成布甸狗，咁要布甸狗啊同我合作先得。係嘛？嗱，我哋 Sarah 啲高層都喺呢度嘅，你可以講多少少呢個聯成木筒笛 Jeffrey 成布甸狗嘅呢個音樂演奏家木筒笛，係有啲咩賣點啊？我哋而家即刻諗。個賣點其實係吹下聖誕歌咯，咁啊，咁啊，聖誕歌即刻推出啦。係啊，即係聖誕節嘅時候，即係充滿聖誕氣氛啊嘛，咁啊希望大家感受一下，咁啊好好享受咯。除咗聖誕歌咧，其實新年又可以出埋啦，咁啊跟住咧情人節啊，白色情人節啊，一年咧都可以嘅，咁啊所以睇下當媽咪又整個嚇，另外嗰啲 cereal 嘅聯成啊，睇下可唔可以爭取到啦。嗱嚟緊好快就聖誕節啦，咁又諗住點樣度過咧？哦，嚟緊聖誕節諗住工作中度過，咁啊好開心啦！咁希望聖誕節可以再見到大家，咁同埋就希望大家就食下火雞啊，咁同埋買棵聖誕樹翻屋企啊，感受一下聖誕嘅氣氛啊，因為
因為你自己都要即係好有一個聖誕嘅氣息咧，你自己先會開心。咁即係可以大家咧一齊暖粒粒咁樣啦，咁亦都同咧即係最好嘅朋友啊、屋企人一齊咧度過開心聖誕節啦。將你咧講緊都工作中度過，咁所以咧應該有好多唔同出色嘅作品又會同大家見面啦。喂，喺後面好多牌啊嚇！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粉絲們大家要把握機會啦，因為我哋準備咧邀請出。住留步，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嘅，识嘅就举手。闻闻到咧 ，Jeffrey 好似蠢蠢欲动啊 ！Jeffrey 系咪识啊？好，嚟我俾麦你。系，我闻到啊，你哋答啦。洋菜，洋菜 ，OK， 唔错。咁就睇下 Hazel Michelle 会唔会有啲头绪，俾少少 tips 大家。甜蜜嘅呢一款嘅食物，好甜蜜嘅。喂，你已經開眼啦，睇先。其他人繼續合眼，其他人繼續合眼。好，三個字嘅，好甜蜜嘅。係，估唔估到啊？其實呢個好難估喎。係咩？即係我會，咁我究竟係估？唔係，你答我先啊。我而家俾咗 tips 啊嘛。吃下去很甜蜜的颜色跟咖啡豆很像的，撞下了，看有哪个有头上来的朱古力，朱古力，好，我们开眼看看，正确，给掌声，哇，第二个吧，低调一点，我们提水提得低调一点，提水方面，提水方面低调，对，低调一点，在现场就看到了，我 PC 狗啊，你做咩？咩狗啊？免治狗啊！好痛啊！我睇你 Jackie 今日都 OK， 好啦，十秒钟时间。嗱，可能系山埃嚟嘅，亦都可能真系提示嚟嘅。咁究竟啱唔啱咧？有啊。好啦，请写出你哋嘅答案。哎呀！在現場會見到的有些關係的，我提一提你先，在現場會見到的，我老闆要想清楚，現場會見到，是吧？真人你才有好啦，喂，不如你的贏，大家一路就徘徊在相信和不相信的邊緣啊。 PC 我幫你寫個九字送的九啊，好來啦，有 PC有 BC 有 BC 狗，好 BC 啊，忘成狗啊，系咪啊？我哋成日都累成狗，忘成狗，我都明白呢个 Jeffrey 成日都会比较累啲。好啦，呢边 PC 狗 ，PC 狗，一边 BC 狗，一边 BC 狗，咦？答案系咩咧？好，又等阿 Jeffrey 攞出嚟啦，攞唔攞到啊？哎呀，原来 PC 狗啊！耶、yeah! ！好。